若能够在后辈的容颜上传承，那也是天大的美事。亲，你为如何？谨遵陛下法旨。鲜花神本纪今日便讲完了，诸位可以有什么疑惑呀？Thank you.
么水就是吃，你告诉我你还会不会这三样事儿啊？没事，今天又不是初一又不是十五的，张帮主不会来的。秦毅，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张帮主，这就是你四千年之所吗？灵域地位先受缩限，先食频频，连中等法术都无法完成。你的悟性并不比旁人差，甚至还有些小聪明。这些年你究竟把心思都放到哪儿去了？水晶之外危险重重，唯有苦修灵力方能自保。你若想要离开水晶，就别再拖拉，收收心，安安分分的休息一会儿。你今天知道了今天长方会教会，你还没有记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啊。啊，小胡，胡萝卜，白萝卜，元翘，你是想要陪着一块说话吗？喝萝卜汤，我想起来了，霜降的时候要喝萝卜汤炖排骨，所以今天是仙化神的祭辰。今日祭拜给你之后，罚你去守化神殿。啊，长帮主，我
平站到前面来。他还是一介精灵，长几次曲怕是不合规矣吧。大放之前万物由心，先主则被无界众生，没有什么不合规矣。众生灵，即以至诚召唤先主在天之灵，拜。全之策，切不可轻举妄动啊！凤凰涅槃500年一次，我已经等了太久了。此时我会另派人手，你无需多管。花界的人，及早去见。是。
还记不住啊？别用这个名字，一点都不好听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我们花姐有个鼻涕虫也叫妍妍。咦，看起来十分猥琐，还是不知君好听。